那我们今天仍然是没有新增的病例，那累计387人解除隔离。那今天就是就知道大家看到这个八乐嘛，八个乐，我们这是八天来大家都很乐。那我们今天仍然是没有新增的病例，那累计387人解除隔离。那今天就是就知道大家看到这个八乐嘛，八个乐，我们这是八天来大家都很乐。那怎么样能够例行防疫的新生活，让我们这个乐可以持续的增加。那我很欣赏这八乐，就每一颗都不同的样子，就代表台湾是很多样性很多元性。好，那八乐我们就继续在好期待了，期待继续都下去。那相关很多的这些开放的一些措施陆陆续续也都在检讨中。那反正我们就是在日常的生活，除了这个谨守我们的防疫新生活之外，其余的在境内尽量都朝着可控的情况下尽量来开放，那以这样的原则在进行。